话，大家不外乎知道我一直在抽空时间上戏剧课。对，因为后面有影视作品的安排。那我们新歌的部分其实有一首已经录好了。对，就是再找一个时间，然后因为要还是第一主打，还是说录完之后选出来的？这个选出来怎么选的？谁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票选出这个第一主打？投票吗？第二个主打 I Need a Doctor。 接下来我们听听看第三首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。真的好，可以来一段吗？这是你的开心的画面，好开心啊！大型蹦极现场。好了，导演一直在吹，可以接上吗？大家都舍不得停下。我来说，来，静静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。我就猜到了，怎么这样？再一遍。我觉得三二一大家抢啊！3、2，对，副歌肯定。3、2、1。这证明我们的专辑刚刚花了不到3天，根本演绎不出歌词。这首歌已经垮掉了，全完了，完了，给我，给我。抓我心的地方其实都太多，你要我讲那个最喜欢的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但是我要有一个体验，就是子毅的 rap， 其中在创新者里面有一段我非常喜欢，在我前面那一段怎么唱？不理解。来一下，开玩笑。好，那我也说一个好了。